成熟了。它已经快成熟，你看它有网子，它是有网子吗？好像没有网子。哦，没有网子，这不能乱摘啦，这人家国家公园里面的东西，哪能让你乱摘？好，走。好，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的野柳地质海洋公园，这是我可爱的姐姐，你看她走路的步伐非常的轻盈。今天期待能够来到野柳地质海洋公园，她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因为应该有30年没有来过这里了。她刚刚跟我说这里变化很大，但是今天主要来看女王头，因为女王头快要断掉了，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再来回味一次。我姐姐常年居住在美国德州，非常旅游、喜爱旅游的一位大姐。好，谢谢，那个来挥挥手，谢谢，太棒了啊！那这个影片回去给她的阿娜达看，阿娜达看到我的旁白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姐姐再来做翻译。来，我们绕一圈看看。这里啊，你在前面好不好？前面就是吗？嗯，好，这是珍贵的历史记录，珍贵的影片。耶！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你看那个海水是蓝的，好漂亮。你要先来让我请啊，你老这一包100块出价，你老实找啊。待会是要去歌舞一场。哎，那个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把那张拍下来。那个菜单有啊。
坐这坐这。